我咧就住劏房嘅，就好细嘅，就大概89.1啦。就而家就有两个细路嘅，我咧嘅小朋友咧只可以偷入咧去厨房或者厕所嘅啫。咁样咧个厨房厕所咧就喺隔篱嘅啫。咁样之前有单新闻咧就话嗰啲小朋友咧去厕所咧同煮饭系冲突嘅，但系咧我都差唔多嘅咋，基本上即系去得洗手间嚟就煮饭就好辛苦嘅。嗰阵时啊。黄远辉先生咧就讲话，帮我哋啲劏房户严密地，但系咧而家听落咧就要10至50年啦，或者100年都未定啊，咁样先至揾到地嘅，咁样系咪要我啲仔女啊，或者啲劏房户嘅仔女继续住劏房落去咧？咁样我就唔知咯，咁样或者可能到我嘅孙啊。嘅失出咗世啊，先可以揾到屋啦。而家呢刻咧就解決唔到我啲劏房户嘅問題，咁樣所以問下啲主席啊，咁多位啊，而家點樣可以幫到我啲劏房户咧？